大家好，我是木兰。今天是3月1号，终于天晴了。我现在呢去宝鸡市中心医院去做一个核酸检测，做完以后我就可以回家了。回来2天了，一直在外头睡在车上，今天能回家了，想想都开心。我现在已经来到中心医院了。座位注册陕西省健康码，请先注册健康码，再扫描。做核酸的人这么多，哇，那就排着吧。现在已经登记完了，收费是80块钱做一次核酸。现在排队在这儿采样，排队的人非常多。我现在的采样已经采完了，看一下他这个取样的时间啊。8点前采样的是11点取结果，采样和取结果的是每隔2个小时，一次类推。从上午的8点到晚上的22点，都可以采样。好了，我现在就去吃点饭，等下午3点来取结果吧。我现在呢是在这个市中心医院对面的美食城里边，我准备在这儿吃个饭，要了一份饺子，是半斤香菇的，一斤是24块钱。啊，好了吗？好好好。看看我的饺子，好了，现在就开始要吃我的热吞吞的饺子了。它这个味道拌得不错，它这个馅儿调得好。我下午来拿结果的时候人也是非常多。好了，我的核酸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，呈阴性，正常的，现在就可以回家了。哎呀，这么远你都认出我的车了？你啥时候回来的？这不才刚回来？刚回来啊！发信息是你在永来的？谁发的信息给你？我在就在车门转了呗。是吧？让我看一转你。西藏什么转了一大圈儿啊？才回来？刚回来，回来2天，在外头住着。在今天做完核酸报告，没问题，我这才往小区开来。哎，你还胖了半年时间，差不多。你还一眼就认出我车了？我看着上。我先走啊。行，好。我回来喽。莫有人？人呢？哎，大门口小区咋没人呢？马师傅，哎，领导，哎呀，马师傅，你咋不对我热情点了？欢迎。我终于回来了，哎呀，太高兴了。这些东西，哎，收。全都洗。